子掉嘞，哦。
刚刚从医院回来，昨天医院打电话给我，今天要做电疗。那我到医院才知道，原来只是要做电疗的位置，正确的位置，然后之后才开始做电疗。然后我现在超级饿，我想要吃韩国流行的青葱乳酪贝果。我把我自己看到照片的样子，然后把它做成一个实体，希望是好吃的。我现在超级超级超级饿，虽然去医院前有吃了一点东西，可是超饿的。现在已经是中午12:13。哇哦！做完了青葱乳酪贝果，其实很简单，而且夏天的话完全不用开火，非常非常非常的方便。花生酱，然后再加乳酪，通常都会很腻很油，吃不下去，可是加了生菜之后完全解腻，青葱也有稍微在嘴巴有呛辣感，所以吃下去是非常顺口欸。
好喝。
哎呦，真的好吃哎！我太难过了，